禮以搏盡無悔為主題，這個正正是每個運動員在運動場上所表現出的體育精神。梁丹亦告寓意著各位在體壇上發光發亮，令到我們體壇和社會變得更美好。我们在运动场上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会以积极学习的态度，并会负起使命，成为香港青少年运动大使，承诺推广体育运动由我们做起。运动就是有这个魅力，单车运动前面的运动员和后面的运动可能的体力会相差10%-15%的上下，比赛当中一定需要一个团队的精神或者团队的配合才能够创造到一个成绩出来。选择你可以嘗試的，或者你可以選擇去堅持，但是最重要的是堅持你的選擇。我自己做得到 Yes I can， 那你們呢？你們做不做得到啊？若結果撇不如意，始終無悔，拼命過去追求。我們都希望鼓勵這麼多位同學要繼續努力，向自己的目標進發，過一個搏盡無悔的人生。See you.